23:58，也算是在这天顺利的到了酒店。哎呀，今天在剧组完成了一天的拍摄，然后啊，晚上又坐高铁来到了长沙，感觉好久没有来到长沙了呀。满满的都是回忆。上一次来长沙还是上一次，还是也是上一次录制海柳，所以今天刚刚的又从车站直接去到了台里，去对了一下明天的台本。啊，我都已经打柳的马不停蹄的，现在要开始试一下明天的衣服了，加油，明天录制一切顺利。1:27终于忙完了，当然是要大吃一顿，睡前有些有些放纵。哎呀，忙活一天，吃完洗漱一下，准备就休息了。海柳加油，明天录制顺利。晚安，拜拜。当当，现在装扮完毕，出发去录制现场。最后的准备今天正式要录制了，第二次来到海柳，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表现，毕竟都是熟人局。出了两天惩罚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非常开心的一期录制啊！现在正式下班了。哎呀，今天真是很优雅，一点水上项目都没经历。开心的一次录制，也是希望能够快快再来到长沙。再进行下一次的海柳的录制啊，希望下一个戏快点上。好了，今天玩的有点累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那个秉业是很辛苦，大家在门口的支持和应援，感谢大家。我们正式节目见。